家好，我是老人一狗。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就是要开炸了吗？那个锅子就在旁边。对，今天要炸的东西比较不一样。哎，也在上面了。看清楚，我们没有炸过蔬菜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不要只炸肉，对身体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豆芽菜，你会吃高丽菜，豆芽菜也会吃高丽菜，可是今天是油炸，你们两个都没得吃，自己吃就可以的。老人今天呢要炸的东西，炸三样青菜。第一个高丽菜，这个不是老人给你种的哦，我种不出这种高丽菜。我老爸也种过高丽菜，以前种的都蛮小颗的，而且是要冬天种，夏天种呢种不出那么大颗的。啊，这个呢100%是有机的。连撒肥料都没有撒，那是老人种的，连土都还在，因为刚拔回来的。等一下我们要裹粉，出浆粉，裹完之后呢，再裹面包粉。第三种花椰菜呢，也是自己种的？哎，没有，这应该是进口的。我们种的花椰菜呢，不是政府的，是比较散。等一下我们要裹粉下去炸，调味吧。我们先吃它的甜味，忠于原味就对了。对，准备倒油，准备来开炸。好了呢，准备要开炸了。我们第一个先炸花椰菜，先沾粗姜粉，这样感觉就很好吃哎。你要吃生的吗？里面也是要磨到，这好像在刷牙，刷咪咪的豆芽菜刷牙。好，可以了，老人沾面包粉，面包粉沾起来。哦，接着高丽菜来了，我这个也是请到旁边去，最后一次补充，然后把它磨。好呢，磨好了，准备开炸，还是手也下去炸。外国听说有人是炸鸡腿是用手，也是用手把它捡起来。我相信你应该是想要挑战看看。老人人练铁砂掌的时候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。铁砂掌的时候啊，准备来开炸。炸锅。好嘞，先量一下温度。你要几度开炸？188，现在187，快一点消火好了。花椰菜先下了，好不好？看看会不会。还在问糊呢，这个3分钟应该就会熟了吧？这次炸的好成功，好漂亮！我来把它夹起来，看有没有变轻啊？哇哦，变轻了，跟棉花糖一样。应该不会切开来，里面是生的吧？生的也没关系，老人就吃了。今天刚好清明节嘛，拜拜一定要拜葱，后代生的小孩都比较聪明。也要拜蒜，比较会算。我比较会算钱，对不对？没有感觉都有拜蒜跟葱，而且还有拜豆干，要当官，以后你的后代就会当官。豆干跟官什么关系？那个谐音啊。倒官。炸葱，以后用小白会比较聪明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好像没办法炸一炸。那想糊起来呢？这么难形容的味道。有人卖啊？你有吃过新港的炸葱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好嘞，也没有吃过炸葱哎，花椰菜我也没有吃过炸的，我连那个菜王高丽菜我也没有吃过炸的。今天老人来尝看看到底有多好吃，好不好？好，老人把它捞起来了哈。挑战大魔王高丽菜，然后呢，先蒸。哎，它也不会蹦啊，我以为它会蹦。三样里面有最好吃的是高丽菜啊，完了，那有一片叶子一直想来掉开来了，哇，分离了。我以为炸高丽菜很危险，结果是很安全的。这个比西瓜安全，可能比椰子安全。挑战炸那么大颗的椰子好不好？炸看看会不会爆。阿三，你最喜欢的高丽菜在这里呢，想吃吗？爸爸炸给你吃。应该熟了啦，等一下切开来就知道了。啊，我顶不住了，不行了，那以后也没办法了。青菜版的天赋。老人呢？现在炸好了，准备切开来试吃。切开来看看什么颜色？哇哦，也是绿色的。用咬的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用猪姜粉加起来它更脆。重点水分也没有保留住。有，都没有跑掉。这一直是不是不停呢？它好吃的呢。嗯，牛角牌很软，他一直玩那个脚架，这样排起来很累哦，又要顾脚架哦，有没有？牛排呢？你来吃一下这个花椰菜，真的好吃。因为网友可能不相信了，我们牛排呢？你直接咬这个这一颗好不好？不好，为什么？你切小朵一点呐、啊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我在镜头的很边边吗？
很冰冰，很冰冰，完全不肯动。我们日本的天妇罗的感觉，有个狗味，口骚味，炸出一个口。它蔬菜本身的甜度都还在，然后有点偏咸。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调味呢。不要玩油，不要玩油，好忙，你现在拍片很忙。你哭什么？马上笑，你看，站在爷爷这里了。来这个位置好不好？来，小凡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们那个面糊的，我觉得调的刚刚好，又酥又香。我想吃这个葱，这个葱感觉很屌。对，有机的各位，有机葱。你的那个肥料都是用什么？我们就是用肥料，天然的。我以为你肥料都是猫砂，没有。老人没有钱买肥料，都靠那个鸟大便。鸟会不会尿尿啊？你的鸟不会尿尿。没有，我说你的养的鸟会不会尿尿？没有看过它尿尿。很疗愈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们牛排要试吃的，我真白，我抽这里了。干嘛啦？你干嘛？真白吃啊！老人吃这个头好不好？长头是最好的，我跟你讲，通口特别好吃，切一个通口跟配一个通口喝，通口比较好吃的葱叶，当然是葱叶，葱叶也不错哎。每次都是这种炸的，我们都一直想叫黑炭进来，他一年前就说他在减肥，减了一年还没有成功。你感觉葱比较好吃还是花椰菜比较好吃？我觉得葱非常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葱的那个辛辣味，因为是用炸的，所以它特别香，它比一般你要用川烫的还要香。你看我们两个吃的不精神，老人又要切这个高丽菜咯。哇，整颗就要去炸了，像笨蛋一样的行为的高丽菜。里面有没有熟啊？你不要讲话，听一下那个声音。哦，表示里面酥脆的。哇，好像没有熟了。好吃看看高丽菜有没有比较，它本身就有甜味，因为你今天的食材都很新鲜，然后你又是用油炸的方式，它每一个食材都更鲜甜，好吃。它里面是没有熟的，旁边这边是熟的啦，它只有三分熟而已吧。哦，高丽菜最好吃是三分熟，对，保持它的甜度。对，我是感觉是葱最好吃的，难怪就会有人卖炸葱。老人先评分好了啦，我是感觉第一名呢是炸葱，第二名呢炸花椰菜，高丽菜是最后名。你知道吧？我们快结束了，你不要再玩那个脚架好不好？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高丽菜，因为你们说是高山的，所以它本身的甜度很够。哦，很懂吃哦，高丽菜是第一名的，他跟我倒过来的。那第二名呢？第二名是葱，所以鸟大便重的。哦，不一样就对了。不一样。以保留的水分来讲，第一名是高丽菜啊，第二名是葱嘛，第三名才是花椰菜。你要跟豆芽菜抢是不是？你要试吃吗？你试吃你要拔那么高吗？你要先吃什么？不是拔上桌，不是拔上桌，坐好，来坐好，对对，来，你有什么话要跟网友讲？来，大，不是拔桌子，桌子不可以拔，你先坐好，很危险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呢，请订阅我们 YouTube 哦。来，跟小白来，跟网友说拜拜，拜拜。马上去了，拜拜，这个拜拜，拜拜，这个拜拜，你不要学小朋友。